赤膊上阵。东汉末年，西凉太守马腾被曹操所杀，马腾的儿子马超起兵为父亲报仇，曹操急调大兵迎战，马超挺枪跃马出阵，高声挑战，曹将许褚拍马舞刀迎战，两人大战了100多个回合不分胜负，许褚越杀越上瘾。老子跟你拼了！许褚索性脱下了盔甲，赤膊上阵，两人又战到了一起。许褚见马超一枪刺来，顺势夹住了马超的枪，两人奋力夺枪，枪被打断，两人各执半截，继续决战。最后，两军骑兵也混成了一团。事后，马超感叹道：“我虽然身经百战，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拼命恶战的人。”成语“赤膊上阵”比喻不顾一切、猛打猛冲的作风，也包含不讲策略、毫无掩饰、蛮干的意思。